托雷吉奥，该呀！都召唤几千亿光年下去了，还不明白吗？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光，还有你，动画片看多了吧？你就是个白痴。迪迦，盖亚，我们的粉丝被欺负了。什么？我们马上到。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是托雷吉奥的吗？兄弟们上才艺。粉丝们都说我舞蹈就是个笑话，我们的团队要解散了。没关系的，你会给我们跳一次的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